爸爸去哪儿中的五个明星宝贝有着各自的性格特点，让观众对他们的喜爱也是各有千秋。其中田亮女儿田雨橙经历了从爱哭鬼到女汉子的大反转，并且愈发的懂事，深受观众称赞与疼爱。而父亲田亮照顾星点的能力也是惊人的进步。11月14日，田亮通过微博晒出女儿照片，透露将坐飞机出发到节目的第五站，并夸女儿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微博称第五站出发，每次搭飞机都很认真地听安全广播，监督老爸关手机和 iPad。 从小做个守纪律的好孩子，老爸先睡会儿。照片中田雨橙戴着耳机表情认真，应该是正在观看飞机上的安全视频和安全须知。小家伙投入的表情显得特别乖巧，萌翻了众网友，纷纷称赞心里好可爱，也想要个 Cindy 这样的女儿。在近期的节目中， Cindy 越发地表现出女汉子的特质，在乡间小路上奔跑如飞，双脚陷在烂泥里也毫不畏惧。看着她满脚满腿的稀泥，一旁的天天都劝她先回家换衣服吧，可 Cindy 却毫不在乎地说没事，晚上回家再换吧。大气和坚强的性格让观众越来越多地看到了她的柔弱外表下的另一面。